アイテム数、人気ブランド勢ぞろい、有名記念で特割リフト券も販売。 JSBC スノータウン開催中、京セラドーム大阪。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Super Fans 啦。咁今日喺大阪，带大家去号称全日本最大室内卖滑雪用品嘅地方 JSBC Snow Town。OK， 咁就喺圆顶体育馆站前面嘅，咁就搭阪神电铁嚟嘅，咁就系后面嗰座。咁就喺大阪南波過嚟都好快啫，咁就十零分鐘車，咁就搭淨係得阪神電鐵可以嚟到嘅，咁大阪站啦、大阪南波站啦都可以過嚟嘅，都好方便嘅，咁可以過去睇一睇。好，就係依個啦。JSBC Snow Town， 好人。都有好多細路仔嘅雪褸啦，咁啊成套可以喺度睇睇啦。10,000 yen到。Welcome。比大同的600都有，比小朋友中同的工人褲啊，幾好。冚16,800。哇！重大發現，有 Captia。細路仔版啦，佢一 set 都係賣10,000 yen嘅。好多專俾小朋友嘅頭盔啦、眼鏡啦，咁呢全部都係防童裝啊，好平啊！哇，專門一個角落頭係防 Burton 嘅童裝。有啲 Burton 嘅 First Layer， 咁啊全部可以喺度買。Burton 嘅小朋友雪褸啦、雪褲啦，好多選擇。到 Burton 嘅大人啦，成個 session 都係賣 Burton 嘢。
一定大過屈開道嗰間專門店。AK Bip 啦，53,000 yen。AK 雪褸37,000。好啲嗰只就哥特斯嗰只就65,000。Burton 嘅板就唔係平噶啦，全部都40,000 yen一塊。頂64,000。唔見有 step on 啊，有 Adidas 喎，32,000。都有呢款29,100。呢邊嗰啲就沙拉文嗰啲啦，沙拉文嘅 boot 啦，15,900 yen。沙拉文嘅 binding， 好，跟住就係 Capita。Ultra Fear 啦 ，Japan Limited Edition DOA 啦 ，DOA 57,000 yen。Birth of Vader 啦，55,000 yen。The Rider 40,000 yen 就一塊啦，嗰啲60,000几。K2 Suma 啦 ，Suma 就平好多噶啦，20,000 yen一塊嘢。呢塊幾得意。Spoon。依一粒全部都係23,000 yen、22,000 yen一塊。有多板袋啦，咁啊啲系4,000 yen 啫。大個呢啲有碌嘅就10,000 yen到，9,990 yen。
三點啦，即係三件嘢啦，板 boot binding 就減10000，兩點就減5000。日本牌子咧平好多啦，要系10000-10000一件。Watch 啊！24000-29000，一件25000，BC 都有。有Hand Hanson啊。歐力，哇！真係歐力啊！3000英、5000英、6000英、9000英，咁就呢啲都係日本牌子啦。有啲 ski 嘅成套啦，呢件6900英。呢件就3000英啦，咁3000英梗系就薄啲啦，但系都有雪挡喎，都 OK 嘅，5000防水，呢件5000英，着得过啊。呢件都系5000英啫，平过杜甫啊！
啲女装款，哇，3000 yen，平到你惊。不过薄身啲啦，当然啲啊，你唔好预系好厚身，咁就防水就适中啦。呢度就卖 pad 裤啦，好多款式啦。之前我穿個 Loft Fit 都挺好。最後就 Goggle 了，咁就得佢啦，頭盔就最緊要試嘅，啊，因為唔同牌子嘅大細咧，都未必即係準確嘅。Jacket 日本版啦，跟住另外 Oni 啦，好多賣曬到啦，啊，咁啊 Fidel。18,900，咁就 Oni 就任你試啦，咩款都有喺度，劈曬喺度。就行完一個圈啦，就喺呢度出翻去。到差不多最後就是 accessory 啦，啲帽啊、頸巾啊，好，啱啱行完一個圈啦，咁就上面好大嘅，好睇，好多嘢賣嘅。咁但係你話對於我嚟講就冇乜嘢啱㗎啦，因為如果買大牌子咧係平過出邊啲鋪頭少少嘅，咁但係嚟講又唔係真係好平好抵啦。佢都主要係呢段時間，譬如係12月開到出年嘅3月呢段時間開嘅，啊，咁所以嚟講佢係咪清貨咧又未至於。咁如果譬如話你冇所謂，你有啲咩牌子冇所謂嘅，咁有啲日本牌子嚟講咧清貨上面都係清貨嘢嘅，咁即係1萬 yen 啊到一件都
都可以執到嘅，咁就都 OK， 啲質料都 OK， 咁就譬如 accessory 啊，如果你唔係好介意牌子，有啲日買啲日本牌子貨嘅，咁其實嚟講都 OK 可以嘅，咁就係咯，有興趣嘅可以過嚟睇下啦，好方便喺大阪站過嚟，或者南波站過嚟都好方便，咁啊搭阪神電梯，咁就過到嚟就係噶啦，幾個站啫 ，OK。歡迎收睇 Snowboard Fans 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有興趣嘅話可以訂閱啦。另外嚟講，我有個 Facebook 嘅 Shop， 咁就係 Snowboard Snow Game， 咁就介紹我喺美國訂翻嚟嘅最新嘅滑雪產品。有興趣嘅話可以俾個 like 啦，咁到時你就知道我翻咗啲咩新貨噶啦。多謝曬。